是琪琪，今天要上山了啊！这个蚊子太多了，咬得慌。在山上呢，遇到了一颗宝贝儿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只可观赏啊，不可品尝。就是这颗宝贝儿啊，这棵草有点小意思啊，它是老苗有三苗，但是呢，没有看到小芽。没有看到小芽出来啊，没有小芽头。但是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草的这个草叶子吧啊，来近一点看，看看这个叶子上，蚊子太多了，有点小意思啊。仔细看啊，看不看得清楚呢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思啊。头型是这样子的，还蛮好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开品啊，不知道它开品怎么样。这个嫩草，这个嫩草是边上是绿啊，边上很绿，中间呢比较淡白啊，比较淡白。但是我说不来，因为我不懂草，我说不来啊，说不来。这个就这样养着吧，看它明年开品怎么样啊。有喜欢这个兰草的朋友给我支一支呢，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太咬了，受不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